Hello, my name is Evan Lowe on this Campbell City Council, and please support this wonderful station and the Asian and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ank you very much.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 台。各位生活在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呢，又来到我们健康生活的这一段节目哦。我们呢，特别又请到了我们的刘逸平刘医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刘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呢？其实我一直有很多问题啊，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嘴巴张开的时候会咔啦咔啦咔那种声音，还有其实我有朋友啊，他就是。他很喜欢咬冰块，咬到最后医生又说你都不准吃硬的了，因为他说他这边有问题。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常这里会很酸痛，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不是跟牙齿有关呢？跟可以说有关也可以说没有关系OK， 他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一个医学的专有名字叫下颚骨关节炎。下颚骨关节炎，下颚是这里吗？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头上面我们只有这一个关节会动的，只有这两个关节，那动的次数也蛮多的OK， 那么可是呢最重要的引起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些症状都是属于下颚骨关节炎造成的。它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对，那么通常呢除了说是说他喜欢吃硬的东西之外啊，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晚上会，我们讲说会有磨牙或者咬牙，不见得每个人是磨牙，咬牙也会可能。通常年纪轻一点的小孩子他会磨牙，你可以听到他晚上咕哩咕噜响。对对对对对。年纪大了以后呢，他没有咕哩咕噜响，并不表示他不会咬牙，他还是会咬牙齿。所以说这个咬牙的力量呢，平常比平常吃东西的力量大好多倍，甚至有人说到100倍左右。所以会影响那个关节变磨损吗？对对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图片啊，我们可以秀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上面这个关节的这个部分啊，它里面有一个韧带。那通常如果说你如果磨得太厉害的话，这边会有关节炎的现象。哦，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哦，对不起，还要讲一个提醒一些概念，还有其他的症状也可以证明说是说的，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就会觉得头比较容易痛，或者有耳鸣的现象，这么夸张啊？这么夸张，对。哦，这、就是、还有更夸张的一个情形。OK， 我上次我碰到一个医生，他也是牙科医生，可是呢，他发现说，如果说你有这个咬牙的问题呢，他认为是因为缺氧造成的。缺氧，对。那么才会咬牙，然后呢，长期的缺氧会，他认为老人痴呆症和铂金生病这两件都是我们非常不愿意自己有得到这种病的人。但他发现这两个病呢，可能跟这个缺氧有关系，所以呢，他是牙科医生，可是他用我们一般治疗下颚骨关节炎的方法去治疗他们，他发现说，如果说吃药在5年之内的人，治愈力还蛮好的。哦，所以其实牙齿就是牙齿真的可以影响好多东西。上次你又对啊，就说因为牙周病可以影响到心脏啊，影响到可能妇女可能会早产啊，然后现在这个下颚骨关节炎，对对，那我们平常要怎么预防啊 ？OK， 这个的预防的方法很困难，因为它的原因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心理的因素也有在。包括在里面，有些人比较紧张的，压力大，对，讲到压力就很难处理这个问题了，是，对，所以说最简单的方法，通常呢，病人到我的诊所来的时候呢，我会特别定做一个我们叫做 occlusal spleen 的那个东西，要专门打磨去做，然后做好了以后呢，也要修到他的下颚骨是正确推回原来的位置去，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也要带那个东西。当然，有些人他真的很严重。我们会让他说白天也要带，就随时随地都要带那个东西。东西对对，那带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带着啊，就一直带着。那如果我不带呢？我不带，我以后会就是会怎么样？当然，就是说你如果矫正好了以后，你偶尔不带是没有问题。可是呢，通常你最好是
就尽量要带着它。你不带着它呢，我们就怕说会又会它又 collapse 掉。就是落下海嘛，落下海那是很严重的地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来讲哈，落下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像小山丘的，对不对？是，落下海是你进到这个里面去回不来了，你知道？真的吗？ Yeah. 所以我其实找您可以帮我治疗。如果我不小心笑太大，落下海了，yeah, 我们是有方法治疗，是，可是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常常会落下海，因为这个表示说你的硬体真的是已经有问题，你的那个整个关节都已经被磨损掉了。所以这个下颚骨关节哦，就是其实我想我周遭应该很多人都有可能，相信观众朋友也有可能就是都有得到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找刘医师，然后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它吧。没有错，对对没有错，对对，嗯，那就是除了这样子，那像我朋友就是他说他不能吃硬的哦，他不能吃硬的，照理来讲是暂时性的，当他在就是说它变成 acute， 通常是慢性的话，你也许你不会感觉到，你只是觉得 click 了，对对对，可是你到急性的时候它就会酸就会痛了。那我们也有方法去治疗它啦，那么可是就是说它就是要看它到了什么样程度，应该你可以带那个东西以后慢慢慢慢你应该还是可以吃一点硬的东西，当然你不要说去它喜欢咬冰块吃骨头，啃骨头，对啊。OK OK， 那有些人啃骨头一辈子没有问题，可是有些人就每个人的不一样，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很注意牙齿的保健哦，因为其实影响的东西真的好多、哦。对对啊，像下颚骨关节炎啊，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找刘医师治疗，对不对？因为市面上其实还有卖那种。对对对，我们讲的那种东西啊，就是说你晚上睡觉要带或你白天要带的那个东西，市面上有卖的，有一种是比较软的，那个是就是说你真的是很痛的厉害的话，那个是暂时性治标的，不治本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的隐形眼镜来讲，硬的呢你才能够矫正度数，软的你没有办法。对，所以说我们通常都是建议，就是长期来讲还是要带硬的是比较好。那硬的那个东西就要特别去定做，然后要特别去调整到对的位置去。哦，对，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们如果有发现自己开始就是有 clicking 的那种声音啊，然后可能开始这里酸痛啊，你们都要记得要开始要找牙医师。我觉得好像我从小没有说每个牙医师都有告诉我这个问题是要找他们呢、欸。对对对，因为这个好像是超出你的牙齿跟牙肉的范围之内。可是事实上来讲，这个是应该是属于牙医师的范围。OK， 好，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你们都可以打我们荧幕上那个电话，可以找刘医师咨询一下。今天又非常谢谢刘医师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谢谢主持人。对，好，那观众朋友，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待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喽。分气食品湾区共有11家分店，面包每天新鲜出炉，让您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美味可口，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11家分店遍布湾区，湾区美味尽在生计。你曾经体验过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深层对话吗？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灵气催眠治疗，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期待与你新的交流。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儿子的毕业典礼，女儿的结婚录影，孙子的庆生会，我的登台表演 DVD 影片复制，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 专业快速 DVD 拷贝机，一个动作万事 OK， 复制一小时的 DVD 只要3分钟，一机可以同时拷贝多片 DVD， 不用连接电脑，省时又省力，荣获加州教育局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866-988-2679。忠诚地产服务湾区10多年 ，William Chen Joy School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Guo 以忠诚的服务态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为您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及市场分析。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欢迎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优秀团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金玉。常常有人告诉我，收看真情部落格让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唯独不同的，他是个牧师，真的是非常痛苦，化疗真的是非常。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首歌，由上帝亲自谱曲，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唱出颂赞的旋律。欢迎您准时收看《真情部落格》。欢迎回到我们生活在湾区的第二节，我们又请到最可爱的教育专家小天才的 Jennifer。嗨，大家好。OK， 记得我们上次是讲那个 academic discipline， right？ 对，就是怎么样让小朋友有规律。嗯、那我们就分了不同的 session， 第一个 session 是 planning and organize。对，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第二个 section， 就是怎么 follow through 跟 take action， 就是要怎么行动，要怎么继续 follow up 这样子。对，因为呢，我们上次讲到怎么去教小朋友去 plan 他们的时间，是对不对？可是你有 plan 好了，你有 goals， 你想要达到你的 goals， 可是如果你不做，那不是白 plan 了。所以要教小朋友呢，就是你说到的东西，你一定要做到。OK， 就是言而有信。嗯，就是对，就是说，如果你说 OK， 我今天这个时间要读书，这个时间要读书，然后我希望我以后拿到一个 A， 对，那你真的要每一次都做到。Uh-huh. 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到，你没有拿到你的 goal， 那你没有话讲，是你自己的错。你自己错，而且你去 set up 那些 plan， 你就是应该要去做。对，不然就浪费掉。而且呢，这个也是 coming back to discipline， 因为你想想看， okay. 如果我天天都要读一点点，是不是没有那么难？嗯、像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弹钢琴的时候，我比较不爱弹钢琴的时候，不喜欢练习啦。可是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是要上课以前那一天练，就练得很辛苦很难。对。可是如果你天天可能只是练大概一点点，就是 maybe even 如果是十分钟、半个钟头，比最后练三个钟头好很多。对，其实还更容易 pick up， 更容易学，把它学起来。 对，而且这样子也会训练小朋友，让他们知道说每天做一点点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嗯、反而呢，你是一次做的时候最辛苦，就是不要 do it last minute。 对， exactly， 这就让我们讲到第二点了。就是 avoid procrastination。 对，这个意思就是不要 last minute 做东西。 OK， 就是不要每次都临时抱佛脚了、嗯、我们这样讲。对对对 对， 對，这个我妈有跟我讲过。我听得懂。很多小朋友呢，他们特别是小的时候、嗯、对不对，他们就会先去玩，然后呢再做功课，功课是再说、嗯、可是到他们大一点了，大概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七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应该要知道不要最后做东西、嗯、而且这要教他们，他们要提醒他们这样子去做。所以因为他们都 plan 好了，所以他们要 follow，就是要先把事情该做的做完。对、嗯、然后呢，如果知道他们有个很不想做的 project， let's say for example 他们这个周末有一个生日 party、嗯、OK， 可是呢他们有个另外一个 project due for school， OK OK，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我要先把这个赶快做完，对，然后再去玩。对，那有一些人就说先去玩，然后那个功课就不做了。对，那当家长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记得怎么去教小朋友。如果你知道他们有这个 birthday party， 他功课没有做完、嗯、如果我是家长，我不会让他去。嗯，可是很多家长他们还是会让小朋友去啊。真的，可是没做完。他们觉得小朋友可怜，可是你要这样子想、嗯、如果你一旦让小朋友去的时候，你在教小朋友什么？你在教小朋友的就是说，哦，功课不重要，你先去玩再说。哦，对，也是，对，对不对？不，还有一个呢，就是 for example， 嗯，前阵子我有在给一个 seminar，、嗯、然后我们就讲到小朋友做功课，是，那这个家长就说，哦，小朋友呢做功课做到很晚没做完、嗯，那我就说，那应该怎么办？我就说，那你就不要睡觉啊，不要睡觉。然后我讲的时候，他这个妈妈就完全愣住，就怎么可以？可是我就说，我不是说你要很。
你老残忍，你不要让他睡觉，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要把他尽量把他做完，然后也要 figure out 说到底为什么，是不是？对，然后呢？而且你想想看，你在上班的话，如果你在个大公司，你有个 project 要做，你可不可以说哦，十二点就不睡觉了，那 project 不做了？当然不行啊，一定要把它做完。对啊，那你如果跟小朋友在功课上面，他说做不完，然后呢，他另外要睡觉，那你是不是教小朋友说，那就先睡觉，不要做功课了？对，对不对？不你的 message， 你的 message 在给小朋友的是这个 message。那 of course 也要看说为什么没有做好功课。如果他是因为在捣蛋，没有专心，所以没做完，那一定要坚持。那如果他很努力呢？他如果是非常努力的话，有别的方法，还是要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应该要做好，因为呢，你这个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一定要做完。可是我看你那么努力，那么用功，我们想办法帮忙好不好？我们试试看，明天找个时间，妈妈爸爸跟你坐下来陪你做功课。因为很明显的 ，you try really hard。对，或者是呢，要教小朋友去跟老师讲，我不会。那明天你没有做完没关系，你第一件事照老师说，老师我昨天 I try so hard， 我不会，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可是呢，一定要让小朋友 understand。要先把该做的东西做完才可以去玩。对，真的，就是其实像小朋友现在也很难，有时候爸爸妈妈也忙嘛。那我会把小孩子送到你那里去。对，我们帮忙呀，我们还是帮，我们会教他怎么先把功课做好啊，这样子的。其实最后一点呢，这个 follow through and action 的最后一点就是 always try your best。就是我要做到我自己最努力，尽到最大的努力去做。对，所以要教小朋友怎么去 always do their best。我有时候小朋友教功课就直接说，Miss Jennifer, here it is, it's not so good. 我就说，你如果 it's not so good, 你为什么给我？对，那这个就会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是因为长大到上班的时候会影响到上班的态度。哦，哇，这好严重哎！对，那你想想看，你要从小训练小朋友说每次都要 do your best 的时候，他们长大会 continue 这个 trend。然后上班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去成功。你想想看，在上班的时候，那些同事，那些 get promotion 的，全部都是每一次都非常用功。如果呢，你只是为了一个大 project 你很用功，平常就是随便的时候，这个人 maybe 他不会被 fire 掉，对，可是他不会 get a promotion。对不 对, 对那些可以一直往上爬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好因为他们不管做什么东西大的或者小的都是他们的 best work 对他们都是尽努做努很努力的去做 对, 对所以呢对小朋友也要有同样的 expectation OK、哇今天真的又谢谢好谢谢 Jennifer 又给大家那么多资讯而且我想哦大家其实说实在话，爸爸妈妈真的很忙。我觉得我刚刚说也没错。如果说真的自己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去用心教小朋友，其实找一个好的一个 program， 其实也是很好的。对啊，对啊我觉得算小天才，你看 Jennifer 那么专业。对啊， 好，那今天那我们其实下次还会再讲第三个最后一个 academic discipline， right？ 对，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怎么 sustain action， 就是说怎么。Okay.continuous 的下去所以你们有什么需要其实都可以找 Jennifer 那你们都看到荧幕上有电话对不对好那今天很开心请到我们的 Miss Jennifer 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休息一会我们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哦天灾人祸不可预测，千金难买早知道。你有保够了吗？我是 Farmers 保险经纪 Emily 刘。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省时、更省麻烦。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510-366-2657。位于南湾 Milpitas 的 Mega 烘焙坊为您带来各式各样台湾地道的面包糕点其中包括了绿豆椪、凤梨酥日式轻乳酪蛋糕及多款的台式面包 Mega 烘焙坊的面包每天早上8:30新鲜出炉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Mega 烘焙坊还有提供各式各样的节庆蛋糕针对您的要求为您设计独具风格的蛋糕 Mega 烘焙坊位于25 North Milpitas Boulevard 永兴超市内订购电话408-935-8983 408-935-8983INFI.BIC INFI.BIC 耶、老婆你又在买股票了
老公，你有没有听过 INFI.BIZ？ 那是什么？在致富证券的网站，你可以找到各大银行新上市的 CD， 还有 IPO 新上市的债券。新上市的 IPO 的债券和 CD？ 怎样？你再也不能说我只会炒股票了吧？不愧是我的好老婆，还会分散投资风险呢。第二代合家欢高画质卡拉 OK 机震撼上市了，合家欢 BM 两千内建 2TB 硬碟，有32000多首歌曲，80%的原声原影歌曲，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以及 HDMI 的高清输出，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合家欢高画质卡拉 OK 伴唱机，让您听歌、学歌、飙歌都开心。详情请洽北加州总代理优唱国际，18669882679，18669882679。大家好，我是蔡志平。今年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除了很多的活动之外呢，其实跟国家庆典有关的很多的创意商品呢也一一的出炉了。很多人都很喜欢洛克光芒宝宝，你知道吗？这幕后有一个推手，那就是侯渊堂总裁。他从事礼品转到文创的产品呢已经长达20-30年了。他怎么办到的呢？请收看由我为您主持的文人正史。生活在湾区，湾区好生活，非常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在湾区》。各位观众朋友，几乎人人都想要长命百岁啊，这个怎么样生活的这个好，怎么样生活的美满，这个甚至于生活的精彩。那么我们必须要具备一个条件才能够获得这些美满的生活，那就是健康。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王林中医师。王医师你好。你好。我们这边介绍一下王医师。他呢与他的父亲王昆山医师都这个父女二人并列中国当代名医列传里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记录了。那非常恭喜你们。那王医师同时也是美国的东方医学博士。他目前呢在湾区3所医药大学担任教授的工作。那么王医师，我们刚刚这个我们谈到了我们怎么样生活的好，生活的美满，生活的精彩，那就一定要健康。那您认为我们追求健康从哪里开始？对，那么健康从哪里开始，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是，那对我来讲呢，我在临床上我观察到一个外部来讲呢，就是健康从颈背腰的平衡开始。是，那么从内部来讲呢，就是健康从排毒开始。内部是健康从排毒开始。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内部排毒。那请问您是什么样，基于什么样的环境因素造成你会有这个健康从排毒开始这个心理思想？是当我在16岁的时候，在高中时候放假的时候，那么我就随从我的父亲在大医院的门诊来坐诊，从小跟着爸爸。那么在临床上观察到我爸爸在治疗肝病的时候，各种肝病的时候，那么他主要提出来一个治疗重点就是清热解毒。清热解毒，扶正祛邪，是是是，保肝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清热解毒从小就在我的心里边就扎下了根。所以我从这个很就是漫长的临床实践当中呢，我发现到人体的就是毒素如果在体内堆积的过多的话，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了负担，造成负担，甚至影响到生命非常严重。这么严重？对。那么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身体排毒的问题，就像我们家里面这个有垃圾垃圾不到，那这家里就可能就很遭殃了。是。那既然排毒这么的这个重要，那老师你觉得呢？就是您能大概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排毒它怎么样的攻击我们，怎么样对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您能不能举例说明看看？毒素在体内造成的伤害是蛮多的。嗯，你说什么叫毒素呢？毒素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啊，
或者是饮食方面，或者是精神因素，或者是作息时间等等等等，都可以造成一些就是身体的阴阳失调。嗯啊，阴阳失调，气血失和，它就会造成一乱百乱。嗯，所以疾病呢也就会趁乱而入。所以举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啊，吃蛋白质的是吧？高蛋白质、脂肪，这都是我们好好吃，对，很好吃。那么对我们身体都是有益的。但是你摄入量过多，你排泄不出去，就是没有进行正常的代谢的话，是它就对机体产生了某种的影响。嗯，哎，造成一些比如肥胖啊、脂肪过多啊，或者是高胆固醇症啊，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种疾病。对，那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所以这个排毒是内部的这个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排毒的这些负责我们排毒的身体里面的几个内脏呢？他们是如何的工作？那谁负责什么？哦，啊，对，那就是参与。当然，我们毒素在体内堆积过多时候，也有自身的一个排毒的方法，有个通道。也有，也就是说，简单说，有一个排毒的工程系统。嗯，那么参与这些排毒工程的有几个脏器，一个肺脏，是吧？哎，肺脏。那么还有呢，肾脏，还有肝脏，还有大肠。他们都是排泄的系统。对对，排泄的系统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皮肤，皮肤也是通过发汗啊，运动发汗来得到了这个排毒。还有眼泪。眼泪流眼泪也可以排毒。那人家说，男人有泪不轻弹，那是不是？那以这个王教授的想法了，你觉得是不要去忍吧？有眼泪就哭出来，也有利于排毒，而且对于心阴性的这个压抑心情的也舒展一下，舒展一下，舒展心情，是是是是。好好，在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老师，我看我说的对不对？皮肤、眼泪，还有这个肺、肾、大肠、肝脏，对，等等，这都是排毒的参与排毒工程的系统，和就是内脏系统，是是。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让我们的这些五脏内腑能都乖乖的听话，然后每一个字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那就是将来我们提到的就是预防问题，预防和调护，是，这就是中医，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哎，对对对，中医。对了，那中医是一种非常非常这个很博大精深的学问了。那以中医的观点来看，那么我们中医对这些生物，对这些方面维持我们的健康，也维持我们的美丽，好，这个精彩美满。那中医的话，如何预防？那真的不行了，如何治疗？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预防和调护呢有四个方面啊。第一点呢，就是情志因素啊，情绪因素可以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说百病皆生于气。所以这个和肝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饮食方面的啊，饮食调护啊，我们要注意就是荤素搭配，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有利于大肠的排泄，因为大肠通畅的话，它可以清洗肠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功能锻炼啊。锻炼，对不起，对，功能锻炼啊，功能锻炼就生命在于运动啊，运动。再有呢，就是作息要正常，啊，作息正常就是11点钟是肝脏休息的时间啊，也是胆囊的时间，因为肝胆相表里啊，11点到1点，1点到3点，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来进行睡眠，因为当你入静的时候，全身的血液归到肝脏来藏起来，啊。所以才能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哦，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王医师。OK，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我们生活在湾区的节目呢，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按时收看《生活在湾区》。拜拜，谢谢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 台。